我们先用灵犀好不好？我也觉得你挺好的。就很大哥哥的邻家大哥哥的，就保持着。一会儿虽然九一年保持着校园里那种邻家大哥哥的感觉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他要是跟你，你敢这样打你就死了。我就跟你回答一样的，我们心有灵犀好不好？不是麦关了吗？哎，对，刚刚要采访，然后就把麦给关了。那三哥和之前合作过的年轻演员没有合作过，年轻演员。哎，小旺，你们小旺，哎，你们关点门弄行吗？我想开先拍了。可以。我们关上这里就笑。他没问我这个问题，下午来。我有。来，去看一下啊。可以，可以。这不算，因为我跟他们。赶紧，赶紧说，女孩，你看啊。老表，你在里边了吧，老表？